首红的歌是《你是我的唯一》，来一两句吧。这次的演唱会11月24号，小巨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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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想给你写封信，告诉你这里的天气，昨夜的那一场电影，还有我的心情。很想给你写封信，却只是想想而已，我已经不能肯定你是不是还会关心。谢谢谢谢谢谢唱出来，我们就有回到当时的感觉。平良，你想你在写这些的时候，有没有写给方文琳的？我想求证一些事情。强姐，你有听到什么吗？不敢写给他。不敢，不敢。那时候，你看我没有问邱海珍哦。我讲话就是这样，我没有说你有没有写给飞鹰三只书啊，我是说你有没有写给方文琳。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我有写给海正啊，那是敢写，那是纯商业交易。是这纯商业交易，这是老板交代了，哎，你写歌给海正啊，赶快创作一个。对，写歌给方文琳。你好像有唱我写过的歌吧？哪一首歌？我不敢放肆。没有啊，我有吗？有啦。哪一首啊？忘了，不大敢写歌给他唱，因为那个时候，你看他讲的话，其实我刚刚问的是你有没有写歌，就是你的歌有没有其实是为方文琳写了给别人唱，但是我的心情是写给方文琳。怎么可能？尴尬的脸，你看那尴尬的脸。怎么可能？尴尬的脸。你问这个人你问这个人目的是什么？我用这个目的是我心中有疑惑，我想求到答案。没有。真的吗？没有。不能承认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有一些事情啊，他对三个人都很好，然后大家也姐妹。其实刘文正也管得蛮严的，他虽然很花，但是呢，从一些事迹来讲，他真的对方文琳比较好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人的肢体语言啊是会透露出秘密的。这个我也觉得，你是挺觉得，对，我也觉得，就是我觉得可能跟身材也有关系啦，就不要接近。你知道，对啊，他跟我讲话要这样。不，对，所以他还是觉得他比较怜悯一点，看起来比较我需要保护。我刚刚到台湾来的时候啊，因为他已经有男朋友了，那他是一个也有啊。你那时候有吗？有啊。我那时候我在干嘛？你的眼睛看不见呢。你那时候有吗？没有了。他隐瞒你就对了吗？没讲没讲而已。我现在才知道。你少装了，你装了。妹妹，那时候还你那段还没开始。那时候我来台湾还开始要录音的时候，你一个人住在吉林路还是哪里？那已经是后面了。没。我到你家去吃饭，就我们两个人。这些事情我们从来以前都不知道，对，你都不知道吧？从来不晓得。你们真的不知道？若不是小燕姐，我们还不知道。你看，所以啊，他们吃饭也没有找你啊。没有，我吃饭他是约他到我家吃，哎，你到每个人家里去吃饭。他到我家吃是因为他真的没钱了。哎，你要讲清楚，你今天不讲清楚，我对你老婆美金很难交代，我讲清楚。没有，那时候没有，是没有，是真的没有美军。其实美军也不用吃这个醋，就那时候真的没有美军，其实也没有其他人，而且美军你应该了解吴启贤嘛，对不对？这个男人你终于等到了嘛，其实等到也还蛮值。凭良心讲，我要没有讲就尴尬。小薇姐，你后悔来上这个节目了？我帮你多讲点，11月24号也可以。那些情歌都是真有其人的。小姐，我先跟你讲，道义有道，
对，你知道吧？兔子不吃窝边草，对，不能吃窝边草。但是喜欢是一定的，喜欢，他当然会喜欢。你是不是？他怎么可能会忘记？少来，我不要失手。而且啊，方文琳在那个时候真的很讨人喜欢。对，我不是说现在不讨人喜欢，在那个时候，因为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嘛，孩子就是像个男生一样的。那另外一个是小精灵，小精灵就是像你会怕怕。我跟你讲，差别在哪里？这个是。走吧，我带人吃饭，骑摩托车把你放在后面，载我去吃饭，知道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肚子饿吗？肚子饿来我家吧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对，那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然后你带我去吃水饺，哇，你还记得水饺？当然记得，那是我怎么记得那么清楚？我在台北的第一顿饺子啊，好感激，对不对？我这样真的感激。秋天快接近冬天了，还秋天快接近冬天了，就吃完了，两个人不知道说什么。去哪里？走到我家去吧，坐坐吧，我就去了。我们这两个人，这样好像很随便，我要别人来我家坐。哎，我不是随便的。对呀，那你要不是？其实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，你们觉得是照顾。对。吴奇对，因为我也是一个人在台北，大家都是一个人在。因为难怪后来刘大哥跟我们讲说，你要注意吴奇贤啊。你真的不用注意他。然后他在对我们三个女生讲的时候，你不要看吴启贤这样很幽默，稍微注意他一些。哦，原来是那一件事情。没有，其实有警告过，有警告过，就是说你，你们年轻人啊，你们在一起啊，这个很多事都可能会发生，但是有些事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，你们是同门的，啊，如果是真的，你就要认真的啊，就讲过这些话，可是我那时候不可能认真。这一句话说得好，来给你掌声鼓励一下。对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写歌的人就是这样的，这个时候就应该唱一首歌，《等你等到我心痛》。哇，好美姬小姐，这是你的歌。等你等到我心痛。等你等到没有梦，所有感觉已成空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？所有真情的感动，已消失无影踪。多深重，反反复复的爱不能相拥。